點解突然間大食咁好啊？我幫助振興香港。這個湯呢好有菇味，好清啊，好清好舒服，我飲下佢的感覺。每個禮拜去大理食餐好嗎？夾埋啲蒜段咧，好就非常之好味，又有試過味下嘅。嚇！講唔出。好唔好食啊？最好食係嗰個咩雕真雕魚配冇用菇湯啊！嗰、那個我覺得最驚喜，其他嘅面豉湯咪就係面豉湯。A4 和牛嘛，太大件事。食個環境咯。但我哋又錯唔到嗰張。係咯，我哋錯唔到呢張喎。炒飯都唔錯嘅，因為加到多嗰啲飯素，所以幾香口咯，我覺得。OK 啊。如果係有啲雪糕，有啲雪花，大東西，大肚咯。個洋葱都唔錯，紫洋葱。同埋嗰個炸蒜片有啲蓋過咗個主食，四和牛就點啊？你覺得都冇渣嘅，個份量少嗰啲咯。嗰、那個應該一人份量嚟，應該一人一塊扒嗰啲哦。一人一塊好啲，佢一人半塊，個份量少嗰啲，價錢貴嗰啲。如果俾我坐到望海嗰個鐵板，可能我覺得值得啲嘅。多謝你收睇我哋嘅短片。看完麻煩你，希望你可以給多個 like 我們，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，還要按旁邊的鐘仔，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了，拜拜。